为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，你就真的要走。猴子哥，到底你们中华队，你还记得我们中华队在琼斯杯是怎么样被人家对待的吗？为什么这样子，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，我拉不住你，他的手因为离我更难，贴合的是变成了你，变成了空气。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加油站的？有啊，前面右转第二排架上就有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会。有什么话想要对中华队说吗？希望他们有跟我一样决心啊，壮士断腕的决心。加油！眩しい日差しを背に走り出す街の中、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、君に夢中なことにわけなんてないのに、その腕は絡むことはない。感觉像皇帝。那你的引咎也不错，你这句话都 OK 了。大地皇帝。Crazy for you，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。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。